道汽车哦，市场大战真的是打得很凶。不过带你来看到世贸车展25号开跑了。不过这顶级跑车业者呢，却是另辟战场来 PK。带你来看到这有业者呢，是包下了台北101四楼作为新车的展示中心，还提供了红酒、白酒、点心、蛋糕等等的服务哦，花费上千万跑不掉。锁定 VIP 课程，顶级跑车要和车展 PK， 包下101的四楼作为展示中心。就是要和世贸车展拉开战线，顶级跑车陶瓷刹车 F1 刹车材质，中置引擎1300万以上。这款四门跑轿车430匹马力，4700cc， 八缸大马力，788万起跳。不打世贸综合车展算盘，顶级跑车业者包下台北101四楼，红酒白酒免费品尝，蛋糕甜点招待，打造顶级赏车空间。VIP 邀请函限定1000份。非常抱歉，它是 invitation only， 就是必须您是有邀请函，你才有办法来参加。那它会比较不一样，我希望给我们的客人以及我们所有的潜在客户，他们有一些不一样。只锁定目标消费群，世贸综合车展展期10天，顶级跑车业者101也租10天，保全加上酒类餐点上千万跑不掉，拉开消费层级，要和世贸车展别苗头。中天新闻吕小姚、蔡孟真台报道。